乃至一只被困5000年的倒霉蛙，居然有眼瞎的兔子栽倒在我跟前，看我今天打破这枷锁，进阶成凶兽重骑。山海经的三个关键时期一定要留意，首先是孵蛋期，开局孵化初始血蛋，复合出来的是什么异兽完全随机，有的凤凰开局就能获得稀有异兽，但更多的还是普通异兽幼崽。然后是培养期，玩家可以利用异兽能力吞噬一切，多种多样的进化路线，让弱小异兽也能通过吞噬各种不起眼的异兽聚集能量，积攒经验值。最后是突破期，能量聚集完毕就可以开始升级进阶，技能血脉全面提升，进化为强大的上古神兽，制霸蛮荒。